我们今天来学习怎么样用 Midjourney 来做 AI， 就是在线的工具，然后呢可以探索 AI 艺术的世界。那我们首先呢要进入这个 Midjourney，你要先在 Discord 上面创立或者是注册一个账号，那这非常简单，大家就到 discord.com。那就可以注册了哈。那注册之后呢，你再去这个 Me Journey 这个网站，然后你打这个 Join the Beta，就会带你来到这里喽。那来到这里之后，你要怎么样创作出像这些创作者这么奇妙的这些好不一样的一些作品？那它可以是一些创作，一些是抽象或者是写实都可以，只要你给它一个命令。然后你可以选你喜欢的作品。那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做哈。所以首先你先进入这个 newbies，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它指令，你可以先打一个斜线。那这个指令很重要哦。那因为我常用嘛，所以就 imagine，然后 prompt 你可以点一下。那 prompt 就是你要给它的指令。那我之前已经准备好，我已经打好，就直接复制。我希望他帮我做一个，老老的图书馆，然后里面有桌子、有蜡烛，还有平台钢琴，然后外面有下雨。好，那你就随便你打，看你希望什么样子的，你就尽量写得详细一点。那其实中文也是可以的。那写好之后呢，你就按 Enter。那 Enter 呢，它就会开始帮你做了哈。你看我刚刚写的在这里，那它还在等待当中，waiting to start 表示它还没有开始哦。你看它已经开始喽。那它这边会显示说它做了多少，很好玩。像我这边还没开始嘛，所以0%表示它还在画。哦，它现在31%了。那你会发现，因为真的太多人了。太多人在使用，所以一不小心就不见。你看有没有？我的又被弄上去，然后现在下面又有好多人开始做好了。好，那我想我这个已经差不多好了。你会发现呢，它已经出现了我刚刚写的这个哈，它出现了4幅画。那4幅画其实非常的类似，因为我是用同样的 style、同样的风格来给它指令。那你不一定要给他这个指令，如果你没有给他特别的指令的风格的话，他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好，那我打开来看，我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发现他给我这4个不一样的画作。那接下来你按一下，又回到你这里来，有没有？那你刚看了这三个，这四个啦，一二三四，那你可以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那我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那我就按一下 YouTube，那表示它会把这一张呢变得更细腻一点。那你按了一下之后呢，它其实就开始又在运作了。好，就是 up scale。那或者是你可以按这个 V，就是 variation，它就会根据第二张这里，它又会做一些会做一些 variation，做一些变化哈。那如果说你常常会觉得哦，怎么不见了？我的东西怎么不见的话，你就看一下这个，按一下这个。好，那它这边呢，有时候它就会出现它最近做好的一些讯息。啊，或者是你看我这边又做好，我刚刚是按这个 variation 嘛，所以它又根据第二张刚刚我做好的，刚刚我选取的。它做一些变化，那其实大同小异。那你再决定说你希望有哪一个。好，那就是今天的 Midjourney 的教学示范，希望能够有帮助到大家。